那后面反而我觉得去督促，更要去注意这一些事情，然后要去面对。所以其实我个人认为，我觉得这一年多以来，反而有时候我曾经有讲过，有一些正面的鼓励，其实你有时候会有一些疲乏，因为可能很多，反而是一些负面的那些，我心里面就是说没有关系，你不相信我，那我做给你看。我觉得那反而是一种另外一种方式的一种督促跟鼓励。所以我也欢迎非常。不管你进来是喜欢或不喜欢的，我觉得我希望能够让你多多接触跟多多认识我跟艾美丽之后，都变成是喜欢我，这样。那后面的话，会有什么样的计划？因为今年过年要直播，所以就没有什么比较像出远门的计划。那可能会跟家人在。北部近郊的一些区域去走走，然后顺便带他出去多拉一些那个观众群，因为他最近有成立那个粉丝团，对，他的跟他拍照，跟你拍照，对，刚外面女生都在跟他拍照。他的粉丝团的那个名字很好搜寻，就是萨摩耶，然后艾美丽就可以找到他了。然后也希望说，那个粉丝团除了能够让大家能够认识他之外，然后我刚有提到过有关于那个陪伴犬、治疗犬嘛，那我也希望就是这整段过程，我也可以跟大家分享，如何可以让更多的狗狗其实他们的一生可以过得更有意义，而不只是陪伴而已，也可以去帮助到别人，这样子，对。